界。好，那小朋友们把你们手卡拿出来，我先。好好拍好拍好拍好，站好站好站好。好，那我们再一次哦。第一个，一二手指干消木。喂，天哪，到底是谁教你这种东西啊，小朋友？大哥，你也太早熟了吧！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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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来来来，回家的时候再来，回家的时候 ，OK OK。好，那我们认真再玩一次好不好？好，来来来来，最后一次哦，把你的手卡拿出来。干消手指。哎，好像怪怪的，我觉得很合理啊。干，你走开啊！就让我们掌声欢迎乐人所带来的凶手不止一个。新闻马上抛，谴责少年逃避现实的留言马上多。有个路人曾看到被殴打的死者，死者看着路人，路人只是看着死者。有群记者对死者的双亲穷追不舍，问说儿子死了会不会追得不舍。而有个官员则是把这件事当消遣，因为可以转移他那绯闻的焦点。刑警在现场发现死者虐猫的照片，上面写着你要以死来作为道歉。凶手不止一个，死者不止一个，被害的加害者，加害的被害者，人们何时开始如此彼此对待着？受伤的人不止一个，伤害的人不止一个，有些伤看不见的人如此彼此对待着。生前被霸凌的新闻登上版面，有个妈妈觉得无聊就把报纸翻面，她小孩吵着要走，她叫她不要插嘴，然后牵着小孩的手在超商里插队。有个少年看着自己的前辈用马桶冲走，旁边的同学围着他喊着凶手。他回到家里发现脸书被人灌爆，有个留言写着干你杀人犯操。他爸问他为何要逼同学走上绝路，他说他只是看不惯人欺负动物。他爸说算了，重点是把大学考到。那天夜里他看着手腕拿起了小刀，有群女孩笑着讨论那割腕的少年，有一个说死了也好，长得很讨厌。有名刑警听着他们对话打了冷战，他在想这些人是没杀人的杀人犯。凶手不止一个，死者不止一个，被害的加害者，加害的被害者，人们何时开始如此彼此对待着？受伤的人不止一个，伤害的人不止一个，有些伤看不见的人如此彼此对待一个。有些指纹没留下，那致命伤没多大，那死者不说话，案件不一落下。凶手不止一个，死者不止一个，被害的加害者，加害的被害者，人们何时开始如此彼此对待着？受伤的人不止一个。